剪辑师的秘密第十期，罗瑟斯路。为什么你的视频看起来就像是煮鸡胸肉一样索然无味？视频没质感，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颜色没调对。今天就用剪映专业版教你基本调色思路，跟我来搞搞颜色。首先拿到素材之后，很多人上来就是一顿操作，而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，分析素材。我们回到素材本身，比如这个素材是一段城市夜景，这就注定了它不能被调成日系小清新。而电影质感的黑镜、京城和当下流行的赛博朋克都是不错的调色方向。假设我们选定了赛博朋克风格，到这时才开始我们的第一步定调。这个步骤主要是为了在整体上给画面打下基础，方便后面更精细的调整。通过上一步，我们已经知道画面要往赛博朋克的颜色特点去调节，也就是以青蓝色和洋红色为主，高饱和、低明度相对比。因为最终要呈现青蓝色和洋红色，所以我们可以先将色温往蓝色偏移，色调往洋红偏移，然后通过增加对比度、降低高光、提高阴影等操作，达到降低明度、增加对比层次的效果。第二步，我们需要进入 HSF 进行调整，这一步是为了统一色调，去除杂色，主要是强化青蓝色和洋红色，其他颜色去除或者不动。当然也可以进入色轮，对于画面的暗部、中间色和高光进行更精细的调节，只要把色轮中心的点分别往青蓝或者洋红色的方向拖，画面就会向这两个颜色进行偏移。到这里调色基本就完成了，看看效果吧。